前段时间香港女星何傲儿发微博宣布正式改名为何天儿，表明名字只是像盯着一个新的开始，同时得到更多的正能量，希望今后带给大家开心快乐，同时配上了她在海边的美照。说到何傲儿的出道经历，大多数人可能不是很了解，她是2007年香港小姐竞选后候补佳丽之一，竞选时因相貌与黎姿相似而被人熟悉，同年加入 TVB 正式步入演艺生涯。进入 TVB 后的几年，何傲儿也开始了顺风顺水的星途，各种资源接踵而来，先后出演了多部影视剧，包括《宫心计》中的宫女紫兰，收获了一大批粉丝。他的父亲何氏根以前是马主，拥有多